的话，厚度当然现场是有摆一些，但是它同一个品牌不止一台，它其实有2到3种以上的冷气，所以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富士通那个系列比较厚，那它就不可能是你的首选的，那一定是选它的其他系列高级型、优级型的款式，就是现场我摆的这个即可。好，再用这样的方式去挑你想要，因为它的宽也不一样大。是，我问一个，就是说，以它取它有一个会自动开的嘛？嗯。是只有 Hitachi 有，还是其他也有国际牌的、啊？只有这两个机器会。我知道有这两个品牌，那其他的都不会。应该是说没有这样的功能就不会有启动这样，因为它优点就是进气量提高啊，那再让它冷房速度提高。哎呀，那如果你在意它厚度，你就不要去选这样的功能，它就不会往前。其他机种都会有这个功能，就是没有特别要做到所谓的大进气量的话，它就不会去往前开了。